接到导播机，导播机配合控制器，然后送到我们的这个啊荧幕，这是监看中的一环，监看中的一环。那我们再把导播机里头有一条线叫做 USB UVC 这条线，送到我们的苹果电脑啊，上一个字你们自己猜，苹果啊。那么这个苹果电脑这边准备好之后呢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YouTube FB FB 直播呢，这边伺服器呢不管它，关键是要一个东西叫做串流精要。串流精要呢，我们打开我们的脸书，脸书里面哈，我们首页进来之后，我们要准备进行直播，直播按下去，然后开始直播。那为了大家的方便哈，有里头很多的小技巧要学会，如果不学会，你会很辛苦，就会很累。然后抱歉哈，这个有一点点慢哈。那么我们要讲的叫做进阶设定当中的持续串流精要啊，进阶当中的持续串流精要。好，首先呢，躲在你不会知道的地方啊，躲在你几乎不会想到的地方。如果你不学会这一招，你打精要会打到你想死啊。这么慢的原因呢，是。好，卡。